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上把上把是瞎玩了呀，上把我被队友心态搞炸了，瞎玩了，你们看出来吗？对不对？找个电子厂上班也行，以前干过，干了一个月溜了，我觉得不适合我，不是我干不好，而是不适合我，因为我有比较高的志向，我想立志做一名主播。打的谁呀？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艾克。再把药抄成点点点点点点点，找到他的时间卷轴上面去，被他刮了两下，真的是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上来就抓我，一点小针对，有点亏。我没药了，我被猴子打了一瓶药，好亏啊。怎么办呢？我的队友帮不了我，赶快呼叫一波。哎，队友好像要来，但我血量有点危险，我只能给一套就跑。哎，换了。哎呀，这个闪现没办法，我血太少了。别别别，哎呦我操，你清进去，推进去。哎，推进去了，我靠。没办法，我血太少了。我杀他，我想要吃这个头，我肯定要被换的。这兵线这等级，我真的要炸呀！回兵呀！正好兵线推过来，所以这就是板凳的样子吧。我将照亮前进的路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哦。哎呀，完了，我死了。瘫了。
7-3。看看上路有没有头，似乎可以冲塔强杀。还没吃到头，伤害不够，没有加龙炮。头没吃到，吃了个助攻。哦，双杀。我需要个蓝 buff。把龙收了，刚打完龙应该回家了。对，跟不上，对不对？小心打野了。他们打野呢？这打野怎么到现在没看到过？下路好像有点肥。帮不了啊！算了，他们回去了，不然这波我下去帮应该是有收获的。上路怎么样？还行，5-5开。
可能他们要过塔，好像没机会了。哇，加农炮试一下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全死了，这一折没偷到。那你胆子好大啊，敢跟我杰西拼爆发。小吃一个头，看看上路有没有机会。打起来。哦，这个我这距离好像有点远。算了，没机会，有闪。啊，对，队友来了，撤。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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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蓝了，我得溜了。这个下路基本上是废了，我们只能中上野。看看这个有没有机会。他猴子在，不然我能秒他。哎，给我吃一点果子，这个得小心。哎，怎么死了？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。扔了，扔了。
蓝 buff， 哎呀，我没知道我的蓝 buff 呀。没有蓝了，我又得回家了。没事，我吸一点蓝。赶快，有头吃，有头吃。没吃到，好，蓝红蓝 buff 到手，不该跟他们互动的。这下路没什么输出，我刚吃的红蓝 buff。我的金身没了，怎么办呢？什么叫经典乱按？哦，350，舒服。快搞起，有头有头，哎，又没吃到头。复活甲差多少？300。先买了吧。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人头，哎，好烦。似乎有好转啊。得吃个蓝。这个龙我就知道不好吃，但是没办法。
快跑，要被包了。300，哎，怎么不来？GG。一把破败不顶用啊，这个时候没输出呀，只有靠我的这一点点输出不够打呀。666，快去拽他，快去拽他。这个300应该有了，继续。这把比分差距太大了，翻不了了。下路破克没办法，行吧，被破克了，GG。加农炮收个头，不行，角度被挡，穿过去，哦，伤害不够。500，感谢阿年阿年的小厨娘。没了没了没了，可以投了可以投了，我们这个输出不够了，扛也扛不住，输出也不够。可以投了，我觉得刚才可以坚持，现在不用坚持了，没得机会了。要快，狙击，这把不帅，下一把。这把选的阴险有问题。
一个头，没吃到。Defeat.